以无法为有法，以无限为有限，此为武术最高境界。师傅，虽然你的拳术变化多端，但你中门大开，而且欠缺灵活，所以你会输。你中国人就太拘泥于一朝一夕，练武人应该锻炼到身体每一部分都可以有攻击能力。下次唔好以为捉住敌人的手就一定会赢。仲有邊個唔服氣嘅？一齊上嚟！點啊？唔通你個個都係懦夫？大人，攞威又識爭先好合，輸咗又貪生怕死。哇！使乜自己真招手？叫佢嚟挑戰房間，冇錯。你哋唔使得意忘形，够胆啊！挑战方元甲，我哋走。中国人嘅弱点就系冇日本嘅武士道精神。啲人话中国人系东亚病夫，阿云，你有冇意思挑战方元甲？早晨，陈真，你哋嚟。我嚟揾你师傅方元甲。咦，阿星，石井文兄弟啊！你哋嚟做咩嘢？我嚟揾你师傅。你系咪想挑战我师傅？想切磋武功。快啲叫你师傅出嚟。我师傅唔喺度。你走啦！咩话？唔系霍元甲听到我东洋武术惊咗，所以唔敢出嚟啊！阿师，咩事啊？咩事？石井宏，你听住，你系全日本空手道冠军，我都系全中国武术大赛冠军。如果你想挑战我师父，你过冬你关师讲。好。就先打赢呢个所谓冠军，然后再打霍元甲。嚟啊！大圣，唔好打，请讲。人哋嚟到精武门挑战我哋，师傅唔喺度，如果我哋唔接受挑战，会俾人笑。如果师傅知道咗，我一力承担。Thank you.
你就霍元甲，在下就系。振声，陈振，你哋咁样系待客之道咩？石井先生，有咩得罪嘅地方，请多包涵。在下石井英明，同家兄石井宏，本来系拜学霍师傅嘅，而且家兄亦都见识过霍师傅高足嘅武功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师傅，头先你哋话同我师傅比武嘅，做乜而家唔喐手啊？哼，今日被我五师弟啲功夫打怕咗啦。小青，在下习武，并非只为证明自己嘅武功比人强。如果系切磋武艺，交流中人武术嘅心得，咁霍某系乐意奉陪。不过，令兄睇嚟双目战意旺盛，似乎并非为此而嚟，请恕霍某未能厚教。如果霍师傅唔肯同我家兄切磋，咁就算听到霍师傅畅谈武功嘅心得，都不枉此行。好，难得石井先生你咁有雅兴，请师傅。小青，泡茶。两位请用茶。先苦后甜，香气历久不散。御前龙井果然是中国茶中极品。石井先生似乎对我们中国的事物都有相当的认识。我们兄弟来到中国是要宣扬日本武学，那很自然要对贵国的事物有所认识。就好像贵国智者所言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就要百战百胜，证明给你支那人看，我哋日本嘅武术系天下无敌嘅。中国嘅武学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但系从来冇一派够胆话自己天下无敌嘅。你哋知唔知点解？自称天下无敌嘅武功，咁已经露出咗绝大嘅破绽。就算你可以无敌一时，但系绝对唔可以无敌一世。乱讲，老道理。学武者先要有用人之良，自视过高，只会令到自己眼光狭窄，将人哋嘅优点睇成缺点，立即判断错误，系对敌嘅大忌，久战必失。所以我哋中国嘅武学一向系以谦弱为本。绝对不会自吹自擂。霍师傅的说话对于中国武术来讲的确是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就并不代表我们日本武学。日本武学精神着重生死角，以攻为守，如自身偏舟逆流而行，于神杀神，于佛杀佛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轻敌之心。霍某并无反对日本武学以攻为守之道，但中国武学崇尚万物之义，视千军万将为学习之道，深信顺其自然，取其真命。自然是一切力量的依归。霍师傅讲得啱，呢杯我敬你。就算你是天下无敌，仍然挡不住滔滔流水。多谢霍师傅指教，
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再饮到咁好嘅茶。告辞。请。收唔到。中国人嘅排外心理好强，又墨守成规，以为自己有三千年文化，但其实被传统绑手绑脚，要佢哋喺短时间之内接受我哋嘅武术，唔系咁容易做到。我哋嚟宣扬空手道，都系想帮下啲支那人，点知支那人毫无见识，唔肯跟我哋学习，唔怪得啲国家咁穷。其实中国人唔系你哋谂得咁简单，有好多中国人都肯奋发图强。你認識好多中國人咩？尤美，男人傾偈，我哋唔好插嘴。算啦，由得佢講。媽媽係中國人，我都算係半個中國人，唔通我哋都冇用？
道我以前好任性，但嚟到中国之后，我专心搞虹口赌场，再冇谂其他女人。吩咐我做嘢，叫我去你府上咪得咯，唔使劳烦你上嚟呢一度啦。武田先生想市长你联络所有嘅上海市华资商人咯，佢要买晒所有华资公司同埋工厂，几多少钱都冇所谓。咁大计划，如果俾武田先生你成功嘅话，岂不是成个上海市都系你话晒事？我哋日本人不嬲都系话晒事，你只要答复我一句，你有把握抑或冇？在上海市做大事是讲面子的，论面子只有一个人有把握讲掂晒所有的华商嘅啫。系边个？就是蔡六根。上海市黑白两道，有边个唔俾面蔡爷？上海十六铺码头全部是由佢负责的，如果我哋要运货离开上海，一定要靠佢啦。冇错啦，不过讲佢有一个臭脾气，就唔中意同日本人打交道。胡翻译，你同我发个请帖，安排我哋见面。系，奇怪啦，严市长同嗰个武田幸雄想约我见面食餐饭喎。武田幸雄，听讲佢喺上海玩得好大噶，而且英美法嗰啲鬼佬都想巴结佢，出手又阔绰。阿爹，呢餐饭食得过？傻仔。你估佢真系想同我食饭咩？想同我哋青帮拉啲关系啫，一样啫。日本人喺公共租界话晒事，佢请得我哋青帮食饭，只系俾面我哋啫嘛。咁啊系。唉，大件事啊，大哥，我哋青帮啊，再多几个好似佢咁嘅人咧，我哋都唔知点解上咗立足啊。做咩事啊？乜嘢事？头先梁虾喺码头度啊，同啲潮州佬打交啊，打到停手啊！连头都俾人打爆埋，如果唔系我啊，收尸啦！梁虾，你搞乜嘢啊？你以为你自己系咩？你系打狗嚟咋？打狗唔打得，你养你做咩？收声！爹啊，你咪成日帮住啲咁嘅废物啦！衰仔，叫你收声啊！揞住个伤口先，唔好俾人流咁多血。老爷，我冇用。是不是上次武术大赛的时候受了伤未好翻啊？快点去看医生。不是这么傻啦，梁虾，你对我忠心我知道，只要你以后不要行差踏错，我一定看你。多谢六爷。快点去看医生，好好地医翻个伤再讲。啊，是。阿爹，我哋同唔同个萝卜头食饭啊？你同我发张帖俾佢，我要反客为主。
傾咗咁耐都未同阿武田先生飲翻杯添，斟酒啊！係。先生，咦，乔小姐幸会。我都同你讲过今晚有贵客噶啦，点解咁迟嚟啊？有事咩？冇事，六爷既然今日有贵客，我一阵一定要好好咁唱首歌俾武田先生听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武田先生想听哪首歌？我对中国歌功不是很认识。你不要讲笑了，你的中文讲得那么好，你怎可能不认识中国歌？真的对不住啊，Yuki小姐。Yuki，不要跟武田先生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是这样，不如上面跟我跳隻舞吧。来。妈，Yuki回家。是。Yuki小姐，请。唔好意思啊，武田先生，饮多咗，嚟呢杯我敬你嘅，啊！嚟，坐坐坐坐。六爷，天气咁凉，好容易冷亲佢噶嘛。攞件披肩出去俾佢捞住啊。系。依桥，做咩啫？做咩一轮咁唔开心啫？如果真系心情唔好嘅，唔啱我同你杭州玩几日啊？
你系咪好憎我？我憎我自己。对唔住。梁克，你过来。陪我饮杯酒。我唔系好识饮酒。老爷嘅说话你就当圣旨，我嘅说话你就唔听。唔系嘅。咁好。再饮多杯。话俾你哋知，我哋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。老爷，老爷，曹老板，请坐，请坐。老爷，我今日约大家过嚟嘅目的，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啦。嗱。如果你哋願意將你哋間廠讓出嚟嘅話，我蔡六根保證喺價錢方面絕對係高出市值嘅兩倍。啊，咁就好極啦！橫掂我間廠都係我阿爸靜落嘅，我一早都有意想賣。今日難得蔡老闆你肯出咁高價錢，我諗我都冇乜考慮嘅。而家上海煤又貴，沙又貴，皮膚越嚟越重。若果蔡老闆出咁高價，真係賣廠好過開廠啊！唔係喎，如果市道咁差，蔡老闆冇理由仲買咁多廠㗎。錢老闆，你咁講咩意思啊？即係話我大哥呃你啊？唉，唔敢唔敢，千祈唔好咁講。蔡老闆財雄勢大，點會呃我哋啲小人物先得㗎？聽講蔡老闆係同日本人合作㗎喎嚇。係啊，點啫？總之日本仔攞錢俾你哋使，你哋咪開開心心袋落袋咯。諗多做咩得㗎？咁照你咁講，上海工廠冇落曬日本人嘅手。嗱，幾位老闆，今次我哋雖然係同武田先生合作，但我爹同嚴市長係佔股份嘅大部分，所以日本人根本就冇權話事。其實你哋有著數冇蝕底嘅。嗱咁，我唔會強迫你哋賣廠嘅。若果你哋對於價錢或者其他方面有咩意見嘅話咧，亦都不妨同我傾。我亦都可以保證，就算你哋唔賣廠，都唔會有人去騷擾你哋，唔使即刻答覆我嘅，我可以俾三日時間你哋考慮。總之今晚大家就開開心心玩翻晚，我請客。啊，蔡老闆，多謝。阿夫，招呼各位啊。係，真。六爺，吳敬書嗰班沙廠老闆冇嚟到喎，認真俾面你嚇。大哥，要揾人教訓佢。我哋而家做生意啊嘛，你估爭地盤咩？得噶啦，我有分數。哦。
以喬小姐，今日仲去邊啊？老爺吩咐過。以喬小姐，不如我叫司機揸部車嚟送你啊！唔使啦，我自己想出去行。但你而家好夜啦噃，我怕。你有事就走先啦。你咪好似只狗咁跟住我。依喬小姐，我車你兜風啊！仲好掛住你，哎呀，你唔好亂笠啊！嗱，大家做兄弟，我唔怕老老實實啊！我已經同你講咗，我對佢冇嘢噶。早知你唔應該咁對佢啊！咁應該點對佢？你自己中意人啊，就同人講啦。我話你唔應該咁對佢啊！你講乜嘢啊？係咪想打啊？係打啦，我食飽先咧。我食飽咗，出去同你打翻場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走先，李师傅唔中意你介入帮佢嘅事嘅。
重，人的尊重，谁失缩中偷心，我愤怒，我定我的命途，谁哑人声音不会泄露，我心一生自着高。依乔小姐，我是来保释你们的，出去办埋啲手续就得噶啦。多谢你。陈真，点解你唔走啊？唔使劳烦你啊，我师傅嚟紧，唔该晒。吓，你先走先啦，我冇事嘅。记住啊，我哋仲有场交未打噶。小姐，你冇咁啦，有咩翻去先啦。你喊啊，喊咗会舒服好多噶。大星，陈真，你又多管闲事同人打交啊？大星，我唔系多管闲事嘅，梁克系我老友，唔通我睇住佢俾人打咩？潮州四虎都打低，睇嚟我呢个大师兄都冇你咁本事喎吓。今日我好想同你比个高低。师傅唔中意我哋狮子比武。师傅都话要弘扬国粹啦。上次你诈帝输俾我，你知唔知好侮辱我？师傅，师傅，陈星，你仲记得有我呢个师傅？我想同陈真比个高低啫。你要武功分个高低重要，因为同门之重要。你逼同门师斗，系犯咗精武门嘅门规。身为巡捕，滥用私刑，你又犯咗国法。陈真的年纪比你小，他都懂得处处忍让，为什么你还要逼他？陈胜，在徒弟当中你跟过我的日子最久，为什么还功无分寸？以后你怎么做各师弟师妹的榜样？
你平時教我，男人大丈夫要頂天立地，光明磊落。我贏咗中國武術大賽冠軍，如果武功唔係最好嘅，我愧對天下，我點可以頂天？我係精武門嘅大師兄，但係個個師弟師妹都話陳真嘅武功好過我，我點可以立地？陳真上次炸低輸俾我，我只係想求個明白啫。咁邊個先至唔係光明磊落？陳真隱瞞時間最短，但你最錫佢，係你偏心。師傅，今次我冇錯。何必闷闷不乐？振声呢个后生仔本质唔错，只不过系太好胜啫。佢竟然话我偏帮陈真，要做到同门之间能够和睦相处，最紧要就系令到佢哋觉得你对每一个徒弟都咁公正。究竟你有冇对任何一个徒弟偏帮？公道自在人心。敬孙。啲人嘅人越嚟越嚣张，李甲兄，都唔怪得佢哋咁嚣张，因为连青帮都勾结日本人，全面收购我哋华资嘅工厂同埋店铺。嗰啲继承祖业嘅二世祖，为咗贪图小利，立即将所有工厂同埋店铺都卖晒。上海嘅经济好快就会俾日本人所控制。跟住仲会蚕食整个中国。爸，我要去领事馆，好好睇住个女，唔好俾四周围走。武田先生，石井先生嚟咗。武田细伯，胡翻译。石井先生，梗系嚟探游美小姐啦。细伯，我嚟咗上海唔系好耐，对周围嘅环境唔系好熟，所以我想请游美陪我周围行下。好，嘉宾，我阿英明四周嚟玩下。爸爸，我你唔好唔记得，你同英明有婚约嘅。伯母，英明，我陪尤美去准备，你喺度等我哋一阵啦。唔该，伯母。你死之懒人，知唔知我日本人惹得噶？唔知啊，打死你啦！英明，算啦。啲日本人嚟到中國就係咁惡嘅。點解喺日本嘅時候個個都謙虛有禮，但係嚟到中國就變得橫蠻無理？我哋到呢度之後見到好多嘢，係我哋以前唔知道。因為你想我陪你邊度行？我知你唔想陪我去散步，我睇得出嘅。你自己中意去边就去边度，天黑之前我喺度等你。武田细伯屈住你喺屋企，而家你可以出街啦。记住啊，天黑之前我喺度等你。多谢你。
紙啊？俾一包我。好啊。去邊啊？後生我包車搞。好啊。外滩公园，外滩公园啊。好。请问你有冇见过陈真啊？唔该，有冇见过陈真啊？小姐，你仲要唔要车噶？唔要车俾钱啦。我要啊。仲去边度咧？向前行。小姐，究竟上边度啊？落啊！喂，烂到问！哇，天都就嚟落雨啦喎，仲开工？诶，个姐姐咯，话搵陈真，搵咗半日啦，搵唔到。哦，咁你啊，慢慢做啦，我收工啦，走。停低啊！小姐，避雨啊！你依家搭大架车啊！我真系顶唔顺啊！你点可以喺度抌低我噶？小姐，我唔系唔想帮你啊，饭都未食，真系脚软啊！你坐大架车啊，俾钱我。陈真，嗯，
晚都夢到日本仔同我講句説話。佢話你嘅武功高過我。大聲！大家都同門師兄弟，有乜所謂邊個高邊個低？你都識得叫我大聲，我而家好想同自己有交代。呢樣嘢如果唔係屬於我嘅，我得到都冇意思。大聲，你唔好再逼我啦！真，我今日一定要同你分出勝負。好停手啦，大聲！哇！喂，點解你哋兩個打交啊？师傅，我知我系唔听你讲，但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同陈真比边个武功高。如果师傅要阻止嘅，我只有违抗师命。等比试完毕之后，我会任由师傅处置。振星，你太好胜，点解你一直都唔明白师傅嘅心意？好，你两个听日就正式比试，但我讲清楚，逢系比试。一定是優勝劣敗，希望你兩個有勇氣去承受一切嘅後果。听日你仲有比试喎，师傅，我听日可唔可以唔打？点解？我冇咁嘅斗心，我唔想同大星打。我真系唔明点解大星一定要同我比试。胜败荣辱、淡泊名利，并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振星佢想做一个顶天立地嘅男子汉，咁就睇佢有冇勇气去承受一切嘅后果。振星跟咗我咁耐，我最了解佢，所以今次对佢嚟讲系一个最大嘅考验。其实佢要战胜嗰个并唔系你，而系佢自己。陈真，我系同你讲，振星嘅资质虽然唔及你，不过今次佢嘅拼搏同埋决心足可以弥补一切，所以。听日佢未必输俾你。比试嘅结果系点？我要你哋记住，同门之义唔可以相违。系师傅。
振兴辜负咗师傅一番栽培，我冇资格做大师兄，我冇资格留喺精武门。振兴，你而家嘅心情，师傅都了解。我知你份人一向自视过高，将我胜负睇得太重。我一直唔俾你同陈真交手，因为我知道你会输。但你话我偏心，其实我一直偏帮嗰个系你。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更何况系师兄弟之间嘅切磋，你何必唔执着呢？我好感激师父，但今日我喺啲师弟师妹面前出丑，我以后根本冇办法面对佢哋，我冇办法开精武门嘅。面子对你真系咁重要？你咁辛苦练功，唔通就系为咗面子？振兴，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我收你为徒嘅时候曾经教过你？我哋习武之人唔单止重视武功，仲有武德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能够打败对手固然系自己嘅本事，但够胆面对失败，比打败对手需要嘅勇气更加大。如果你够胆面对失败，我相信郭师弟仍然咁敬重你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但我冇办法做得到啊，师父。你哋嘅大师兄振兴因为有啲事出咗门，所以可能有一段长时间佢都唔会再翻嚟教你哋。由今日开始，会由陈真负责教你哋。但我要你哋明白，无论边个教都好，
你哋一定要尽力学。敬孙一个人嘅，而系属于全中国千千万万嘅同胞。只要我哋能够万众一心，壮劲自强，外国人就唔敢再欺负我哋，而我哋就可以重拾中华民族嘅尊严，攞翻被外国人侵占嘅土地。嗰边有新厂房，请嚟睇睇啊！有兴，头先你讲得好好，多谢。如果我哋中国人真系好似你所讲，能够壮劲自强，咁中国人有得救。讲得好，你话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好似龙先生咁有爱国心，咁我哋中国人一定可以喺外国人面前吐气扬眉啊！张老板，郭师傅，估唔到蔡老板都咁赏面会嚟。哎。中国第一间钢铁厂开幕，我点可以唔嚟啊？蔡老板，我相信今日你嚟系另有目的。龙生真系爽快啊！冇错，我今日除咗嚟恭喜你之外，仲想同你倾下关于我哋想收购你啲沙厂嘅事。沙厂我系绝对唔会卖，我都仲未同你讲价钱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啊绝对唔会亏待你嘅。边个做生意嘅唔想赚钱？只可惜你嘅资金入边系有日本人嘅钱喺度。一直以嚟，日本人侵略我哋嘅经济，我唔想有朝一日所有嘅工厂都落喺日本人嘅手上。卖厂求荣同卖国求荣对我嚟讲系冇分别。龙先生，你言重啦。虽然我而家系同武田幸雄合作，但系佢只系一个小股东啫。咁样唔算系卖啲工厂俾日本人啦。日本对中国一直都虎视眈眈，武田幸雄挟据之嚟中国，又岂会甘心做一个小股东？蔡老板，你亦都系中国人，我希望你能够有所警惕，唔好净系为咗赚钱而俾日本人利用。对不住，我失了，我仲要招呼我的朋友严家平，请。龙敬轩真的不肯同我哋合作，系，佢对你哋日本人啊成见好大嘅，我睇都冇咩办法噶啦。其实而家上海大部分嘅厂我哋都买晒啦，你只不过再争佢嗰几间咧，我睇就咁算数啦。我唔会咁容易放弃，越难得到嘅嘢，我就越要得到。呢个系我做人嘅宗旨。况且喺生意角度嚟讲，我哋收购多一间工厂，即系少一个敌人，对我哋将来嘅发展
亦都示威成為障礙。不過咁啊，武庭先生，而家龍敬孫嘅意志咁堅決，你有咩辦法搞掂佢啊？我唔可以講服佢啫，但你有辦法令佢屈服。蔡老闆，你話如果龍敬孫屋企火燭，四周圍都冇水，淨係得我哋有，你估佢會唔會嚟求我哋啊？ 我只不過打個比喻啫。你哋《中國孫子兵法》有兩句説話係：一而勞之，親而利之。依橋小姐，依橋。 小姐，你唔好咁啦，好易病噶。你唔好理我。你咁样折磨自己都系冇用噶。点解你要对我咁好啊？ 先表演完，咁辛苦，入去唞下啦。武庭先生，佢道歉，可以吗？武庭先生，上次嘅事你千祈唔好怪我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呢一杯酒。 系我代表佢向你道歉嘅，哈，老爷，送依桥小姐翻去。系，依桥小姐，请。坐，我哋再饮个杯。我有事，失陪。 阿爹啊，嗰女人咁搞法，会影响我哋同啲同事。唔系喎，得噶啦。而家间间日本工厂都出到鬼咁高嘅人工，嚟啦，一齐转工啦。人工高还高，同声同气都好啊。
你而家喺龙老板间沙厂，唔错噶喎。人望高处，水望低楼啊嘛。除非系龙老板啊，出到好似日本佬咁高人工啦。如果唔系啊，我实转工。